Hello， 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来自管乐团。今天是我们玉林中学2024年度的新生报到日，我们将在今天完成我们的首次在新生报到日之前为新生演奏歌曲。大家期待吗？希望能继续看接下来的表演吧。会有什么我感觉表演都很好哦，然后也有合作打鼓打得很好听，这也追得很好听，就很好哦。这次的表演结束了，你们觉得精彩吗？要是觉得精彩就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哦。简单来说，我们这次的表演是采用 flash mob 形式，就是好像视频里的那样子，每个乐器轮流走上台吹奏他们该乐器的主音部分。在这里我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次的表演，动动你们的手指帮我们按赞评论以及转发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是追踪我们的 FB IG 以及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并打开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